物 talk， 今日是 Halloween， 系啦，咁咧我哋今日就会去 Castro District 啦，去睇下究竟美国嘅人喺 Halloween 嘅时候咧系会点样 dress up 啦，咁可以有啲可能好 scary 啦，有啲系可能好性感啦，因为根据往年嘅时候咧都系呢两种嘅啫，至于香港男鬼方咧就当然乜嘢都有嘅，咁所以我哋可以对比一下究竟香港同埋美国咧嘅万圣节有啲乜嘢。今天 Alice 就會幫我化妝，她自己也會化妝，我們就會化兩個不同的妝的，如果想看下去的話就繼續看吧。由於時間關係，所以我們將整個化妝過程都 speed up 了給大家，那對眼就不會那麼痛了。而所有 product 的資料都會放在個 description box 裡，連埋條 link， 那你們就可以 refer 回去到買你需要的產品啦。俾你哋知啦，我是第一次俾人化妝嘅，咁好開心。今次 Alice 幫我化呢個妝，其實我是好滿意，超級超級超級滿意。其實我是個人好中意化啲 bling bling 妝，但系咧唯一一樣嘢就係、是、真係啲閃粉係好難洗得甩。我嗰次之後，我就已經係唔敢再化閃粉。
然之後會希望大家會好中意啦。我係佢嘅熱情品，係啊，因為我真係因為佢係自己扮自己嘅妝，我所以其實係平平無奇嘅，只不過係佢個妝好玩啲，因為同自己化妝真係好唔同啦。咁我哋而家就會出發去 Castro 噶啦。系啦，咁我哋翻翻嚟嘅時候咧，就會介紹一下我哋用咗啲咩化妝品啦。大部分化妝品喺 Sephora 都有賣嘅。咁如果下邊如果我哋揾到嘅話咧，我哋都會 link 翻喺下邊，方便你哋買啦。因為都聖誕節都嚟緊啦，所以有啲聖誕套裝咧，我覺得係可以值得推薦俾大家嘅。咁我哋翻嚟做一個 Unready with Us 嘅時候咧，咁就可以順便介紹埋我哋覺得邊一啲套裝係比較好咧。我哋買咗有一兩三 set 到啦，都唔算話特別多嘅，但都有少少。咁尤其 Charlotte Tilbury 嗰啲，我就會極力推薦買佢嘅套裝，因為真係相對嚟講係抵好多。佢哋有個 lip kit， 咁我哋翻嚟可以再同大家詳細介紹一下。係，咁我哋而家出發，出發。Hello。我哋而家啱啱泊咗車，有個傻仔啱啱撞咗埋我哋，你可以入鏡其實，好啦，我哋今日其實都有啲涼嘅，但係都 OK 咯，我覺得係嘛 ？OK 啊，我覺得今日算天，其實幾冚日咧，今日。我哋有兩位壯丁陪我哋，有龍貓同埋一個正常人，打燈打燈突然間。有個假妹喺度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對面我對翼好硬淨，唔係啊，唔緊要，好超多人咯，呢度真係超多人，真係喺嗰度。Selena Gomez， 佢自己嗰隻色嚟，係賣斷貨嗰隻色。咁你
可以在呢一個15元的價格買到兩支，雖然是 mini size， 如果你不是經常擦唇膏的話，呢、這個 size 送位都我覺得一流呢、這個。我個人認為咧，其實呢隻色是有啲鮮嘅。咁如果你將呢兩隻色 mix 一 mix 嚟用咧，就是、我嘴上面呢隻色，咁其實都很容易 carry 到嘅。嗯，係啦，係啊，咁你 Christmas 一流啦，呢啲係啦，送位一流。另外最後一盒咧，都是 Charlotte Tilbury， 呢個是佢的 Sculpt and Light。Bronze and Glow， sorry， 唔係 Sculpt and Light， 我仲講第二個牌子嘅。咁佢係一個 mini size， 佢本身有個係 full size 嘅。咁我 mini size 都幾好啊，就係盒，你可以帶出街用，同埋真係話曬唔係成日化妝嘅人啩，真係。同埋其實我覺得夠用耐，因為始終你嗰啲唔會用得好多。係啊，所以又方便帶落袋啦。如果你想要帶出街嘅話。知點解啦？去旅行第一，去旅行一啦，所以呢個都可以極力推介。咁當然就包括仲有其他，我見到個 Fenty 啊，有個上一年已經賣斷咗嘅 lip gloss 啊，嗰個我就冇買到，因為嗰個我之前都有買咗一兩隻色，所以就都冇話要買成 set。但如果有機會行過 Sephora， 我都會建議買 Fenty 嗰個四隻色系列嘅。上年真係賣斷貨，係斷到全世界都好嬲，嗰只我都建議大家買。咁同埋聖誕節嚟緊咧，其實呢啲色都好啱用，即係可能化啲濃少少嘅妝啊，或者似 fall 同 winter 多啲嘅妝，其實都好啱用呢啲色。嗯，係啦，所以就係咁啦。哦，跟住再介紹一下我哋今日落妝嘅產品啦。噔，呢條毛巾就係 makeup eraser。咁其實呢條我用咗好耐啊，所以其實好殘。呢條係新嘅，呢條極殘。我自己就非常中意用嘅，有兩邊咧，一邊係比較短毛啲啦，另一邊係長啲嘅。咁短嗰邊咧，你就落妝嘅時候咧，可以順便真係落得合，即係我哋呢啲妝都落到啦。另外呢邊咧，可以落完之後用另外一邊咧，再抹多次塊面，其實好簡單。落妝油、落妝乜嘢都唔使用啦，你直接抹佢濕咗成條毛巾，扭乾少少之後，你係咁將塊面咧，其實已經做完啦。咁又環保啲啦，唔使成日 makeup wipe 用完就掟。咁咧，譬如用乾淨，唔係乾淨，用污糟咗咧，你掉落個洗衣機度洗咧，洗好多次都可以再重複用啦。咁所以我係極力推介呢一個嘅。好啦，咁我哋都要休息啊。係啦，我哋好，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